呀，怎知他一旦堕不地。都是些小朋友玩的东西，我都不捡。陆兄，你也插一个。来，不用。这个簪子，我在岑夫那儿捡的。我？昨天我跟岑夫回来，看到你喝醉了，就让岑夫把你送去，就随便的。哎，对对，随便。我身上有妹妹，妹妹身上有珠子。怎么样？能叫我相反吗？我有点累了。等有精神再说。那是，我们十三哥确实优秀。若是你们这么欣慰我大哥，要不要我去底下帮你留留人？太好了！你怎么了？没有留人。酒喝了，没事。哎，大人，你坐，你坐。我这就给你一杯子。